们的游戏不再是充钱才能变强，对不起，我们的服装不再是氪金才能获取。真古风手游只靠智商推动剧情，每次通关世界都会晋升官品，获得属性，还能提拔其他玩家，纳为心腹，增强实力。是一路晋升，还是沦为宫斗的炮灰，全靠你的本事，还不点击下载吧。